大家好，我是不言。我们平时养的君子兰呢，叶片呢非常的有规律。很多人养了个君子兰呢，侧看一条线，这样呢如扇形，这个君子兰养呢才算最漂亮。但是呢，很多花友养的这个君子兰叶片呢比较的凌乱，长歪了。这样呢，君子兰的叶片呢就失去这个观赏的价值。怎样可以让君子兰的叶片这样快速的纠正过来呢？因为这个君子兰的叶片呢有向光性，我们摆放的时候呢必须南北摆放，这样呢受的阳光呢才均匀。每隔一个月呢，然后这样180度旋转一次，旋转过来。如果不小心长歪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用一个纸板，然后呢将这个相邻的两个叶片呢这样夹住。垫上纸板呢是为了防止夹伤这个叶片，这样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呢，就可以纠正过来了。如果这个叶片呢长得比较凌乱，我们还可以这个用一个纸板呢剪一个模板，剪一个根据叶片的大小呢多少剪一个这样的模板。剪好的模板呢，这样均匀的套在君子兰的叶片上，这样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可以纠正过来了。